今日昆仑县布袋戏馆开幕，有足侪布袋戏，通好看，搁通好耍，行，咱来去。好啊，行，咱做伙来去。去年开始用新的班机进驻来营运，那么希望讲文化处交代完的这个责任，营造好原乡时尚，引领创新，这是我认为讲定调我们的责任。这个原乡时尚就是讲，布袋戏这个元素本来就是伫咱这个乡野内面足重要一个部落，啊，伊是一个足重要一个文化，包括拄则咱的表演者文翠、张文。伊讲讲，伊自细汉就是看布袋戏，庙会要进行的时，啊，伊感觉上界欣赏要紧，就是要来看迄个布袋戏，影响伊一生的发展，尤其后来拢从事艺术工作，这拢是一个真重要一个文化的一个涵养来的。那我希望讲，昆仑的布袋戏班，包括各派、武术派，咱开机煞有遮尔啊多，所以我希望咱徛伫这个根基，咱能够。有一个向前行的一个脚步，啊，会用到行出另外一个高调安尼。虽然有一段时间吼、是咱公部门咧来咧经营，不过当然咱搁较希望是讲这个款，咱交互民间来支持，交互民间来着，大家共同来个做，叫做一个吼咱的布袋戏界吼一个窗口，咱。外地人来到布袋戏故乡来昆仑来后会时阵，透过咱这个小小的窗口，会使看到一寡布袋戏的一寡介绍，吼、啊！尤其是咱看到一寡介绍以后咧，咱做好朋友，咱会使去霹雳去参观。逐年的布袋戏的迄个交戏节，就伫咱遮，叫咱后壁的公园来演出。这嘛是咱的布袋戏界咱的窗口，吼、咱的橱窗。咱希望讲，搁较侪人，搁较侪咱外乡镇的朋友，吼、咱。外环的朋友，尤其是国际的朋友，咱来透过这个布袋戏馆，这个小小的窗口来理解布袋戏，来熟悉布袋戏。边压大汉钱，啊，就咱好买边散啦，迄、那个甘蔗吼，大家节节高升，阿哥嘛，节节收，嘿嘿，哎，收，哎，你嘛，阿个老先生不上，快点收过来，观众你讲对唔对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吼，大家莫讲。